场，人气爆棚，高手云集，水与争锋，团结协作，各显神通。十位营员，七天时间，十个项目，168小时全程记录，360度能力提升，快乐体验勇往直前特训营，让勇气与智慧再飞一会儿。我跑得很快，我跳得很高，我爆发力很强，我会倒立行走。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也赶快热热身，和我们一起快步向前，大胆冲刺吧！快乐体验，勇往直前，我们动起来！经过了第二天和第三天的运动任务，小营员们逐渐适应了特训营的训练节奏。面对体力、耐力、高空挑战等项目，小营员们克服了自身的弱点，体会到了成长的意义。障碍赛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因为我是学舞蹈的嘛，所以就是身体协调性很强。啊！我不要上去，我要下去。来到了训练营嘛，一定要放飞自己。我早就放飞了，飞远远的了。杨鹏伟获胜。我觉得我们队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接下来的挑战对于他们来说将更具难度，他们要继续发挥团结协作、奋勇向前的精神，为本队赢取专属勋章而努力。截止目前，红队积分为210分，黄队积分为190分。大家好，这里是全新的快乐体验勇往直前特训营，我是营长徐柳，我是大家的林教官。黄群林，扎龙湖满族文化村大总管，曾经多次担任训练营、研学交流等活动的教官，执教严格，经验丰富。此次他将担任快乐体验勇往直前特训营专属教练。我们一共呢是为期一周，有10项任务，到目前为止任务过半。今天我们将开始的是第6项任务了。咱们今天第6项任务是考验大家的心态和临场发挥能力，大家有信心吗？你们呢，个个都是号称运动达人啊，而且知识渊博。那接下来我可是要考一考你们，你们知道中国传统的6艺指的是什么吗？书法。书法哦，各位听好了，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那么我还要问问你们，在这6艺当中，哪一项是和运动有关的？射箭。射箭，答对了。射箭是指借助弓的弹力将箭射出，在一定的距离内比赛精准度的体育运动。弓箭在古代一直是人们狩猎的重要工具，现代射箭运动最早出现在英国。中国的射箭运动也很普及，比赛的胜负是以运动员射中箭靶目标的环数计算的，命中靶的箭越靠近中心，所得环数越高。确实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运动，在古时候人们呢一般把射箭是用在狩猎的时候。那今天我们的小营员们也要体验一把，去当一回小猎人，来完成射箭的任务。有没有准备好？有。有没有信心？有。那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快乐体验勇往直前，我们动起来。旋之箭挑战项目的规则是，黄红两队5名队员各有3支箭的机会，最终我们会以总环数来判断胜负，环数更多的那一队获得50分的积分，另一队获得30分的积分。那接下来还是要请林林教练来说一下注意事项。这个项目咱们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射击的时候一定要确认场地是否有人，再有来射箭，箭不可以来瞄准其他方向，只可以瞄准靶向。其实就是一点，要注意安全，明白了吗？明白了。好，让我们一起加油！由于我们的小营员啊年纪都比较小，所以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今天我们专门也请来了2位教练到现场来协助他们。
好的，看来两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好，三、二、一，开始。教练告诉我，胳膊使劲，眼睛要瞄准。准备啊，咱们发射。一二，我年纪小，这个弓特别难啊，那个箭需要靶心上，需要力气。三，我就嗖一下就把箭射出去了，我自己都没想到竟然射中了，我比哥哥姐姐表现得还好。杨红瑞是红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这个小不点儿在刚刚入营时还显得非常拘束，甚至有些胆怯，面对颇具难度的运动项目，他总是需要拿出更多的勇气与力量去完成，也因此成为了全队保护和鼓励的对象。特训进入到第四天，杨红瑞的进步被大家都看在眼里。我队友就是，我特别表扬杨红瑞，因为杨红瑞他射中了一个，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地，我事先预想到这么小肯定不会发生什么，居然射中了一个，超厉害。哎，对准靶心，对，一定要看这里，看这里。我的力特别小，没有射中。李明浩是黄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他骨子里有着不服输的性格，无论哪个项目都全情投入。小小的他，集体荣誉感非常强，总是希望自己能够超常发挥，不给黄队拖后腿。哎呀，差一点点。哎，好，装上啊，咱们使劲，一定要使劲啊！我来控制吧。来，一、二，这边要一二三，啊、没跟我射准呢。我长大了点，一定能射到靶心。松手啊！三、二、一，松手！啊！松手！射箭就我找不准方向，然后太疼了，手指太疼了。教练告诉我，是用那个杆儿来对称。红队的全美山绝对算得上是队伍里的开心果女汉子，大大咧咧的性格总是能够成为全队的焦点。大大声说，有咱们队就有希望。别别别！天性好动，运动能力突出，全美山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自己胆子有点小，然后就是总怕比赛输。然后就是我上次还说比赛第一有一第二的。好，第一箭准备。那个弓不太好拉开，我特别佩服能射中的人。发射，不太容易。第二箭准备，发射。哇，我就对准了，然后一下发射就进去了。第三箭，之前我就是很紧张，担心拖大家的后腿，然后担心关键时刻掉链子。瞄准了吗？瞄准了吗？准备拉满的发射。发射。他们表现得特别好，只有我们表现得不好。我们队差了一丢丢那么运气。第三组，孙子欣对王婉田。在百步穿杨的时候，看起来那个比赛不难，但是确实很难。作为黄队的队长，王婉田在各项任务中都身先士卒，努力成为黄队最好的表率。小小身体具备大大的能量，他曾经在第一天的拳击任务和第三天的障碍越野比赛中力压对手脱颖而出，身为队长，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黄队赢得领先的优势。第一箭请准备好发射。差一点，射箭时候瞄准靶心太难了，我总是射不准，而且教练说我劲儿太小了，我平时还得多干点家务活，长点力气。一二三，好。上手了以后，我觉得很难。我觉得我们队的王婉田能射中靶心是非常厉害的。二三，飞得好远啊，但是没有上靶。第四组是乔子睿。
队刘振廷。要快，要快，再试一下。一、二、三，好。就是一开始就感觉很简单，然后试过以后就手就特别疼，就不简单。好，拉线，三点一线瞄准。瞄准我就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发射。啪的一下就射中。一定要迅速拉满弓，一定要迅速啊！来，一、二、三，去哪儿了？来，第二箭准备。很有天赋啊，第一箭就中了靶心了。好，射。我越到后来越紧张，就没发挥好。三、二。第三箭，加油！加油了，这个箭你要。三、二、一，低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任务非常的难，能中中分就觉得挺厉害的。最后一组，刘明浩对阵洪美萱，来准备第一箭。在百步穿杨这项任务中，考验的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和我们的臂力。要说心理素质，刘明浩可以说是黄队中的佼佼者。第一天入营，他就承担起了哥哥的责任，是黄队的中流砥柱。在完成第三天的障碍越野比赛中，还不忘倒掉鞋里的沙子，心理素质相当的好。因为我们队都已经输了嘛，不差那几分钟，抖一抖再上去嘛，为了安全一点。这一次的射箭任务倒是非常适合慢性子的他。我觉得我的心理素质是很棒的，心态很平，我一直盯着靶心，所以说就没有射得很偏很离。太难了，腰我没怎么使劲，手臂就是往后拉，使劲往后拉，手臂抬高。红队队长童美萱是全队的绝对领导，队员们个个都很喜欢她。她身高腿长，身体素质相当过硬。在第三天的高空速降和障碍越野比赛中，她都是全队用时最短的一个。小队员们也期待自己的队长能够在第四天的任务中为红队赢得更多的分数。那个弓没有看起来那么好拉，需要用很大的力气。哎，哎，哦，差一点，加油，差一点啊，差一点。好，第三支箭，稳住了，对准了，然后再想一想，哎，再迅速瞄准，就是拿那个箭，就是箭头对准那个蓝色的地方。一、二、三。哎呀！好可惜。我手上的这些玉米，你们猜猜是干什么用的呀？是不是奖励给我们吃的？吃的，当然不是啦。我好像闻到了玉米的香味儿。是给我们玩和吃的吗？就知道吃。这不是种地用的呀？我知道喂羊的，咩咩咩。小朋友们说的都不对，那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玉米啊，跟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任务紧密相关。是时候拿出你们强大的体力、耐力与判断力了。哇，听起来好像很难的样子哎。没错，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保卫玉米，人人有责，稳扎稳打，不甘示弱，一起来喊出口号吧。快乐体验，勇往直前，我们都起来。现在我来宣布稳扎稳打挑战项目的规则。大家看到了啊，我们这个场地呢分为上下两层，那么一会儿黄队和红队各分别为攻方和守方，守方呢是在上面这一层，负责守住我们的玉米，不要被攻方抢走。那攻方呢是在下面这一层啊，随便从哪个小洞洞里冒出来，然后来抢夺玉米。用时呢是3分钟，一共有50个玉米。最后守住玉米最多的那一队将得到50分的积分，另一队获得30分的积分。一次只能拿一穗，被击中的时候要归还玉米锤子保玉米。
如果被砸到了的话，就得把玉米还回来。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两队的队长用猜拳的方式来决定谁先保卫。我赢啦！好的，那么第一轮红队为攻方，来吧，来，来戴头盔。啊，我先来。著名，那肯定。我今天还没有带这个，谢谢谢谢。还有一个小不点儿，要不到位带上他，带上去。来，分三开，第一手，来，准备，准备，开始。虽然小锤子打到了底下，但我还是趁别人不注意抢到了玉米。防守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太乱了，我们一堆人围着一个洞都被偷袭了。找着他，大家小心后边，后边，你们后边是偷，快点后边。我会观察有没有锤子和人的影子，这样就可以尽快的抓到玉米，还不会砸到头盔。偷玉米的时候找没人的地方，表现最好的是杨红瑞，这两天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现在是很勇敢，已经很勇敢了，心智也变好了。那边，那边，那边有。我人不出来，我用手拿，我就拿到了一个玉米。那个金子，抓紧时间啊！时间已经过去两分钟了。上哪个洞口有玉米去找？我人投不出来，然后用手摸摸拿，我人不出来。哎，这边偷走了，偷走了！我抢到了好几个玉米。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就抢，要是上面有四个就我就把上面的四个全拿下来。哪个洞口有玉米往上哪个洞口去找。下边地鼠，对，看到下一个洞口我再寻搜，我就观察他们上面有没有什么锤子的影子，我就拿一个装在洞里，然后过一会儿又拿一个装在洞里，然后又拿一个装在洞里。谁都不能打，超级解压。抢着玉米后我感觉很开心啊，肯定是冻着了。我们黄队进来。好，咱们现在宣判成绩啊，黄队保卫剩下玉米2、4、6、8、10、12、14、16、18，18个，也就是说被偷走了32个。32次。你们在这个防守上可能有点问题啊，刚才所有的人都围在一个洞口，是不是旁边偷的可热闹了都没有看见。问题是没有部署，没有起到我这个智慧担当的作用。偏远的地方多偷一点，在集中的地方少偷一点。不对，我给你们出个招吧，你们啊可以派一个人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对不对？对，在那偷漏着让他们打，我就反正还回去，但是其他的人就分散开，对，在边上偷，试一下好不好？好，祝你们能成功。他们都听到了。哦，红队听到了，那红队也会展开防守了，这样挺公平的。进入我们的下一轮。我比赛之前我心里还有一些恐惧，怕黄队太厉害了。你们偷了多少个玉米你们自己知道吗？不知道。你们偷了32个。哦，好多呀。好多，一大半，非常厉害。那你们分析一下刚才黄队的表现怎么样？他就在底下晃锤子，用锤子打是对的，但是拿锤子在底下搅和就不对了，是不是？那你们一会儿别这样，好不好？使劲的。我们还是回家练练跑步比较好。队长安排一下，接下来你们的战术上怎么规划？就是中间，就是四个洞口中间安一个人，就是四周都能看。每四个洞口中间站一个人，一个人守四个洞口是吧？看到这些玉米香喷喷的，都想啃一碎了。那一会儿你就捧一个啃呗。太假了，硌死我的牙了。这是生的，可硬可硬了。是生的，真的。这是真的呀，玉米。这玉米。因为是假的呀。那一会儿。哎，让我吃，让我吃玉米。
那一会儿咱们这个挑战结束之后，中午咱们就吃玉米，好不好？好。那现在把力气拿出来啊，好好的防守，能不能做到？能。开始。下边地鼠来，抓紧。先上去，然后看看哪有人，然后就看没有玉米，我就再上去。不要手手走到一个道，走开。我就是到达一个洞口，我就不走，我就在那块等着，来一个我就打一个。在稳扎稳打这项任务中，我可能是太高了，在第一层中总是磕到头，所以说一直上不来。防守的时候就是拿那个锤子，就是看着就出来的。那个红妞呢，他是硬抢往上抢玉米，但那个李明浩他却不敢抢，怕砸他脑袋，他那个就是护脑袋也没啥用啊，他就在底下捡玉米。我是一个胆小的小地鼠，我在下面保护玉米。是我上来的时候他就打我脑袋，哎，他就贼疼。有好多玉米，这边要加油了，你们玉米收的太多了。在那边地鼠，来，地鼠出来偷啊。我防守的动手没有人抢动手的玉米。他们就过来砸我，没砸到，然后我就钻别的洞口，在这儿呢。玉米没有了。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还好大哥哥帮我们抢了很多玉米。下一项任务中，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我们队的所有的营员。我们第二。咱们都要开始了，哎呀，我马上还有十分钟了，啊，真是快点啊！这个姐姐给我挤了这么多牙膏，要不要我的命啊？她还说这个牙膏有点辣，确实有点辣，你这牙膏挺少的，我觉得。还好。会，太辣了。你们俩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咱们就要出发了，不收拾了，咱赶紧走吧。睡得怎么样啦？
我睡得可好了，都流哈喇子了。我从6点睡到6点，我睡得可香了，都做梦了。看来大家休息的都不错啊。我们的勇往直前特训营目标就是要培养有智慧、有胆量的好少年。我想问问我们的小运员们啊，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前段时间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有创意的挑战？对，踢瓶盖。我完成的这个踢瓶盖呢，其实啊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非常风靡的一个挑战，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加入到了这个挑战里面来，而且我觉得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五一超群哦，五一超群确实是比李小龙差了100个黄飞鸿。那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谢谢谢谢大家。哎呀，小女子在此谢过各位大侠的夸奖啊。不过我这啊纯粹是为了抛砖引玉啊，为的呢是给你们做一个铺垫，让我们的小议员们接下来亮一亮自己的真本事。踢瓶盖应该属于搏击运动范畴之内，它主要锻炼的腿部力量和身体平衡能力，当然还要锻炼一些运动技巧和力量控制。那接下来小运员们也要挑战的是踢瓶盖吗？我们降低了任务的难度，同样也是锻炼小运员们的手脚协调能力。哦，同样锻炼手脚的协调能力。那我们的小运员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快乐体验，勇往直前，我们动起来。宣布同手同脚挑战项目的规则。规则是这样的，红黄两队所有的队员都需要按照我们图片上的提示完成手脚配合的动作，那么红黄两队呢将采取接力的方式，最后用时较少的这一队获得50分的积分，用时较多的呢获得30分的积分。这个项目主要是考验大家的手脚协调能力，大家一定要分好左右手和脚。好的，一定要看仔细，做准确，而且时间还要快一点啊！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就让我们一起加油！准备，一名参赛选手准备，3、2、1，开始！加油！黄队加油！黄队，哎，右脚，对了对了，好，两个脚，对了，哎，这是哪个脚？坚持5秒，1、2、3、4、5，走。特别好，你知道吗？特别是那个小羊羊，翔羊，他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迈，然后他很早的诀窍就是在迈第一个的时候看第二个。对了，好，然后，哎，这是哪个脚？这是哪个脚？这是哪个脚？好，哎，这是哪个脚？我看哪个是左手，哪个是右手，哪个是左脚，哪个是右脚，看清了之后我再出手出脚，这样就会特别快的完成任务。到这儿，这是哪个手？对了对了，快，1、2、3、4、5，好，这是哪个脚？错了，脚错了，脚错了，好，两个脚，好，下一个。同脚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只要看清左右手，分清左右脚，就可以很快地把它走过去。右手右脚，右手右脚，右脚左脚，好，1、2、3、4。很开心，我觉得这几天收获大，我比原先的胆子大多了，比力气也大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输赢。反正继续加油就好了。好，过来，过来，加油，加油，加油！哪个脚？1、2、3、4、5。这次特训营让我非常开心，我觉得我自己变化特别大，我的队友们都非常的好。右脚，右脚，右脚，右脚。上场的脚，我要脚。动作特别慢。没有协调能力，我又一边想一边做，脑子就转不过来了。
真是在家。我觉得队友很好，还好有他们，还好有队长的指挥。我手错了，好，快停，脚对，快手，好，然后脚和手，脚和手，不是脚错了，右脚错了，右手，快，然后脚四，这只脚，哎呀，我这两天我的嗓子得到了突破的锻炼，这是右手和左脚，右手和右脚，脚反了，刘冠廷。跟队员说的就是要听话，大家聚在一起来加个油什么的。左脚，一二，脚反了，脚反了，五，好，脚反了，左脚，右手，右脚，双脚，好，左手，右手，下一个。在做第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第二个；做第二个时候，就是慢慢去看第三个，以此类推。一、二、三、四、五。因为我是学舞蹈的嘛，所以就是身体协调性很强。好，一，好。错了，错了。好。身体协调性和配合度都非常高的红队率先完成了比赛，还在赛场上的黄队队员心里更着急了。目前他们需要做的是稳定情绪，缩小差距。这个走，一好，好，快点走，好，走，一，这不是那个啥，好，走，好，这是哪个脚？哪个脚？哎，好，然后换一只脚，换一只手，左脚，左脚，好了，红队加油，红队加油，红队加油，来数红队，一二三四五，加油，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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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我觉得我们队这个任务绝对完成的非常好。同手同脚挑战项目呢，已经挑战完毕了。我们请玲玲教官来宣布一下结果。我宣布，同手同脚，咱们红方胜。耶！红方呢用的时间更短，速度更快，所以在这一轮他们会得到50分的积分。那么黄队呢会得到30分的积分。其实就是可以做这个第一个，比如说做第一个图案的同时，就是你先看一眼第二个图案，然后就依次类推，就是往下看，就是会很快很快。这个就跟读课文其实是一样的，对不对？一目十行，或者说一目至少多少个字，你要把后面的也心里要有个底儿啊。这个说得非常好，就是像红队说那样，就是这个5秒的时候我就看一下下一个，这就跟下棋也是一样的，走一步看5步，所以呢能够速度非常的快。我在旁边指导同学们，指导同学们发现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吗？左右手不协调，有的时候看不清左手和右手。对，看似简单，它但是它同时在考验同学们的一个观察力、记忆力、手脚的协调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其实是故意设置了很多同手同脚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动作，看上去好像就是小脚印小手印，但做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简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不管输赢，反正虽然红队赢了，我们黄队输了，但也没事儿，继续加油就好了。同学们说得非常的好，也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挑战中继续加油。快乐体验勇往直前特训营任务继续，小营员们经过了第三天、第四天严苛又有趣的运动特训，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未来几天任务升级，他们将为了最终的荣誉勋章而拼尽全力。这两天我的嗓子得到了突破的锻炼，这两天我话说的特别多。我觉得我的队长特别好，特别负责任，在接下来的两天我会更加努力。接下来的任务中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共同打败红队，
赢取荣誉勋章。究竟谁能胜出？悬念将在最后两天的比赛中揭晓。